午安，也太快了吧！天啊，麦快，Hello，我叫烂 Soft to Dog 大妈，大妈，大妈妈，嗨，麦快，可爱麻友，晚上好，嗨，麦快，小妹酱，对不起，我迟到了啦，对不起啦，抱歉。晚安 ，Hello 麻友，小妹酱，晚安，没关系，谢谢。最贴心的麦块，嗨，中跟你当何必问？谢谢麦块诺礼物，没关系，现在不是第一次，习惯就好，是不是？我跟你说为什么迟到，超欠揍的，因为呢，我刚刚去买咸酥鸡，所以呢，我就迟到了，对不起，会不会揍我？叶枫，嗨，总跟你说，麦快，谢谢你的玫瑰。李克里哥，谢谢，嗨，给克萨洛克，谢谢李克里哥的长记忆版。咸酥鸡，对啊，习惯了，毕竟是麻友，迟到也是正常的。哪有？我昨天是提早24个小时开的呢，哪会迟到？哪爱迟到？杨梅，杨梅，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浓眉，好久不见了，还好吗？你最近还好吗？风眠，那月提早6个小时不够，还敢提早24小时、啊？而且我昨天是为了开直播化妆的，拜托，我真的是昨天哦。6点就要化，开直播，然后就化妆，然后就开始开了，就有人说，哎，麻友今天是偷开吗？就想说，哎，怎么会这样？都是鸡的错，是没错，都是鸡的错。那昨天怎么不继续开？因为我怕有人就会断钩啊。我看转播第一件事情就是，哎，你化妆了对不对？所以也为了今天没卸妆，还可以啦，只是一直没时间去看公演。哈，是这样子哦。那你3周年有来看吗？还有甜不辣，对，没错，还有甜不辣哦。大战之风。有前十就不会断钩了，真的哦，酷哎，有这种哦，加藤，他的加藤，嗨大家午安晚安，见甜不辣如见施牙，那什么意思？那你今天是开4月4号的直播吗？提早1个月。怎么可以这样子？嗨 ，Steven， 咖啡，嗨 ，CEO， 欧阳马三哥，阿吉德林哥，啊，这个，嗨，新 Edna， 新11号，苏维 ，Rudy， 乖乖，欧恋，流浪兔，什么夏虫梦吗？为什么这个下面的夏，它上面还是有一个点，我不知道怎么念呢？嗨，芝芝，阿仁，君魔，天胜。罗儿、黑流星、小欧天、哎什么莫平朗，嗨嗨，大家午安。是什么变？真的，这个字叫变，太酷了吧！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字哎。じゃあ彼氏が挙げたやつなのか違います。所以现在是开提早一辈子的宠物直播吗？什么叫提早什么一辈子的宠物直播啊？你说我下辈子会是宠物是不是？嗨，酒窝叶师傅 ，Danny，Hello Danny， 吃巴拿乌鱼，Danny 差不多就要去当兵了，所以呢，我每次就是要好好的珍惜跟 Danny 聊天的时间。五梅子哇，欧西山马友是不是下辈子大概是猫？我这辈子大概也是猫啊。ねえジョンカニさん聞いて、マジでさ、ジョンカニさんのせいでさ、マカロニ鉛筆にはまりすぎてさ、もう本当に泣きたい。ブルーベリーナイツだっけ、
まあ、あれめっちゃ好きなんだけどマジで。便是急躁的意思，也有人姓便哦，真的哦，欸，很酷欸，我也想要叫便，好酷哦。那这样子变成便麻油，欸，好像不错欸，欸，我还是我就是取一个中文名字叫便麻油，要不要？你觉得呢？你们觉得呢？便麻油，刚刚是我。嗨，同盟 ，Marcos Cacho 叶云，这个怎么念？重俊。Danny， 我也很珍惜能看直播的时间。赞，我的不过恋人国啊，恋人国国でもいいからですね。知ってる？什么？麻友很会撩看歌，看歌？啊，你是同学来的吗？哎，可恶，我还没有看大家的留言呢，还是我去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留言？你们都有留言吗？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我6:30的时候去检查一下有没有留言。大家去看一下，同学来了，还有那个小蝶不息的，孟孙焦氏好意屏东变什么什么变，等一下我看一下，变态麻友，什么叫变态麻友？好怪，哪有怪，百变麻友。阿良，嗨，人生意义大见佛。阿良 ，L 龙飞 A 坤可，我还没留，赶快去留，等等啦，我还没留，那我就给你5分钟没。嗨，飞哥，好久不见。嗨，九蛋，坤坤，子丹，土豆5分钟前留言，早就留言了，太赞了吧！最近太忙，还没看，没关系，还没看，没关系，就先留言就对了。Rudy， あなたは JKT48 が好きです，好きです。勇哥，枫叶，谢谢你的枫叶。乌鱼 ，Hello， 麦午安。田中，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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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美玲，未来也想看你跟美玲一起上节目。对啊，不错哎，这样子。田中，嗨，光复，勇哥，谢谢枫叶。枫娘，那你耳环好像细，对啊，这个好好看，对吧？古飞牙，听说有人昨天开错直播，谁呢？是谁呢？小易。我想想哦，好像是藤开头然后有结束的那个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但是我也有听说有人就开错直播时间，我不知道是谁，どこで見れるか分かんない。なんで毎回さちゃんとさインスタのさストーリーでやっとるやん、やってるくない？要留什么呢？啊，留言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一下，就是要。一定要留到麻油这个两个字啊，藤井也啊不行，藤井麻油，不然是麻油，可以吗？不然制作人看到你的名里面的留言，但是却不知道你们在留谁的言，谁的言，留谁的言，这样子的说法是对的吗？对啊，对，所以一定要聊到麻油，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定要聊到麻油。嗨，启威，成龙，麻油晚安，启威 ，Masa 桑晚安，一个姓变的。麻友在 JKT48 的神推是谁呢？我不知道欸，其实也没有到非常非常了解，我去看一下。花生 ，Hello， 甲，谢谢花生小魔术的怀抱之泪。梦醉超哥，节目呢？节目看到你吃甜点的样子，我就快要融化了。我跟你讲，蜂蜜吗？蜂蜜还是蜂蜜？蜂蜜。哦，那个真的节目太幸福了吧！我第一次觉得，因为我之前就是去上节目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呢，我那一天非常开心，从那个蕊东西的时候到是录完音都很开心，我就跟经纪人说，哦，今天可以吃东西。然后经纪人说，你今天是来录音还是来吃东西？我就说，当然是来吃东西啊，通的什么？看一下哦，飛んでないから全くわからないのよ。飛んでよ、飛んでよ。直播晚上好 ，Hello 就爱慕9296，想说我昨天居然没有跟到直播，对不起乌鱼 Pride，Hello 恰恰企鹅啊，新十二号哲维李真，昨天有两个开错时间，好像是两个都是潮组的，真的假的？大家最近都没有那个概念，时间概念了。空气 ，Hello，Jack， 谢谢你的雪渣。
明是明呢 ，OK， 明 ，OK， 我知道了。阿比，你以后可以跟刘美玲学习，谁叫刘美玲？蛮有意外的，对，超多题耶，对呀、啊，我真的是很开心哎，我也没有想到，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吃芋头，然后我就想说，哦，下一题是芋头，我不想要答对，结果我答对了，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有一点尴尬哎。ダビダン、Hello。はい、スーレイ。飛ぶのめんどくさいもん。じゃあどうやったらいいの？今天只開2分鐘吗？已经超过了啦。宣扬，麻友有没有去过印尼？哦，我超想去的，但我没有。还是好吃吗？好吃哎，那个芋泥是还不错的，我觉得。嗯。笑死，原来不想答对吗？对，我不想答对。哎，结果我吃了之后呢，发现那个芋泥是真的蛮好吃的。所以还是很开心，但是我跟你说，那节目的时候，因为我真的是不小心一直答对那个下一题的部分，然后呢，我吃到后面我已经那个甜点恐惧症，你知道吗？我那一天晚上，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去吃什么？吃什么啊？司康什么的，然后就说不用，我这几天我先不用吃甜点，因为我今天在节目上吃了很多甜点，我就那几个礼拜我就不想吃甜点。嗨，花生小魔术，谢谢你的米卡米卡找亮点。哦、OK， 我知道了，甜点的力量，是你好吗？太卡了，对呀、啊，怎么能答对？这样还配当大家？对不起，我看一下，大班人吗？我半夜看的超饿，欢迎麻友来印尼玩。对，不敢量体重了，我早就不想要量体重了。芋头的话，我只喜欢吃，喜欢它变甜点，不喜欢它入菜。哎，我也是，如果是什么芋头那些，就是火锅料不是有芋头吗？我也不吃。修蛋几雷 ，Hello， 伟哥，梅树，幸福的一集，超级幸福的，马友会去看哦，哎，对，很多人去看哎，可是我不知道哎，要不要去看？要吗？你觉得？妹ちゃん耳飾りの壁壊れてる？え、壊れてないよ。こういうやつなんだ。思翰，谢谢马友晚上好。芋头不行，我也不行。佛跳墙也有芋头，对呀，去啦，去拿。好幸福哦，好久没有吃了。嗨，扁扁小子，那你喜欢粥加芋吗？啊，你这个说法有一点怪耶。你说是人的粥加芋，还是吃的粥然后加一个芋？我超爱人的粥加芋啊，智威。タピタン、小山さんさんの配信かと思いました。なんでなんで？トゥトウ、ヨンカ、小葉、ピピエン、ロンロン。ジョージャアン。谁？花生小魔术，谢谢你的长记本。杨过，蛮有旅行最喜欢的事是没事吗？什么意思？旅行没事哪有好玩的、啊？旅行的时候就是要碰到很多困难才会好玩，对不对？この時間は小山さんの眠たそうな時間の配信だから。あ、そうなの？周买当当汉堡的蛮好吃。哎，你真的、哦？你说那个台南的那个当当汉堡吗？那边也有卖粥，是不是？我没吃过粥哎，我说当当汉堡的。周日恒，谢谢你的枫叶。嗨，前辈，樱桃猫 ，Under Lover， 嗨，天使。当当有粥，真的、哦。
果然还是你们比较道地。还有面线，那粥比较好吃，还是面线比较好吃？嗯，我知道，单单只有南部有，可以吃吃看。我去台南的时候有吃过啊。哇，天哪，我好久没有出去远的地方玩呢。Joyce, hello, 通常两种我都不会去买，真的哦。ハリさんは晩ご飯かな？かもしれないね。7時ぐらいに晩ご飯食べに行くからな、ハルさんはいつも。都好吃耶。真的哦。说到面线，我其实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是我妈就查了很多台湾美食，然后我们去吃那个西门町的那个蚵仔面线。但我是觉得我之前前三四个月前就去吃那一家面线，我是觉得还好哎，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来台湾，哎觉得啊很好吃很好吃，然后就整碗都吃下去，但我就觉得。吃到一个，我不知道哎，就是一个面线是对于台湾人来说一个很普通的料理嘛，一个很小吃嘛，算是小吃吧，对啊，所以我前几个月吃面线不会觉得哇天哪很好吃。妈有敢吃蚵仔吗？当然啦，超爱的啊，这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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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的是的，我答错了，我看到妈有很喜欢美食，我以为妈有旅行。哦哦，美食啊、哦，美食，对呀、啊、对呀、啊。ハリさんもう少しで楽天ガールズファンにします。やめてよ。まずマサさんが私のファンになってくれないと、ハリさんを楽天ガールズファンにはしてはいけません。小智，嗨，彤彤。西门的很难吃，没什么料，也不会到很难吃的，我会觉得哦，不会到很好吃。面线其实可以当正餐啦，会饱，对啦，会饱。嘿、hey, ，我可以去看留言了吗？大家留言了吗？留言了哈，我去看一下哦，我消失三十秒。因为整个电话里的连续那么的连续写的是但是个小智，我去看一下同学来了哦，要死，真的哦，前辈哈。先生，请问土豆先生在这里吗？请问土豆先生，虽然我说了哦，我真的说了，我什么留言都可以，只要有麻油这两个字，什么都可以。结果土豆先生居然留了麻油要检查留言，所以我来留言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什么意思啊？也是可以啦，可以啦，好啦，好啦，谢谢啦，谢谢你们。哎、欸，可是很开心哎，居然还蛮多人，就是六天五天前就跟我就留言了，就觉得哇、哦，大家很棒。Liglig 是说什么啊？半夜看这一集，肚子很饿什么的，然后就想说，明明就是六分钟前留言的，然后说半夜看到这一集，超好笑。我要问你的是触觉战场逃兵的概念，完蛋了，我现在去补胆啊！好啊，好啊，好，去，草莓酱，赶快。那时候太饿去吃东西了，是这样子吗 ？Kevin, hello 太好笑了吧？你晚上只吃这个？没有，我刚经过新开的盐酥鸡店，然后就哦不小心买了。强烈建议要留对麻友有益的留言，是真的哦。就像阿奎的话，就有就是留了，就是
就是非常有力的有益的留言嘛，谢谢姐姐，谢谢阿龟。吃薯饼不是那个是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忘记银丝卷，银丝卷。谢谢北极熊的浪漫玫瑰分享直播间。你们这群玩具很不专业耶！啊，我忘了留哎。你还有资格？你还有资格说别人？觉得你赶快去啦！拜托拜托，谢谢 Gex 和你一起，不然很像是被马友逼来的。虽然本质算是这样，哪有我哪有强迫人家，对不对？嗨，刘家的怪物，对不对？甜甜圈，晚安，周日好，嗨，2017。嗯，对了，士林夜市的泰式凉面是家什么？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在那个全家附近。那个士林夜市里面不是有个庙口吗？然后那边附近不是有个全家，然后还有卖那个蔓越莓果汁，然后对面好像是鞋子吗？卖鞋子的吗？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个蔓越莓的隔壁。然后就是那个泰式凉面店，然后泰式凉面店的隔壁，我记得是那个什么卖茶的，健康茶的那种，我记得啦，是叫什么苦茶的那种，我不知道他的店名叫什么，我绝对不会说是我被逼的。这马友自己有发现因为上节目而兴奋上马友的粉丝吗？其实很多人来追踪我的 IG， 然后会密我说哦，我今天看到那个那个叫小姐不惜敌啊，然后今天看到马友上同学来了吃体验点的样子很可爱啊什么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看我的公演，或者是会不会帮我买个什么周边，但是就是知道我的人是有越来越多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有发现，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而来看公演之类的。对，哎呦，土豆100分马上改了啊、哦、真的马上改好，怎么那么棒。嗨赵怡，大南那边，你的耳环好好看，谢谢赵怡，谢谢我来签到。嗨阿哲，马友知道我改留言就没意义了啊。伟卢，嗨康美，谢谢浪漫玫瑰。马友喜不喜欢时间玻璃，其实真的是没有很了解，对不起。我觉得这里的银丝卷是真的还好，就是不是我想象的那种银丝卷，我以为是甜甜的，结果它是胡椒粉。不过说到小姐不惜底，谁练舞美？不是啦，那是我大学同学，不是 AKB 的好吗？自带3天口粮的婉君呢？那小姐不惜底也有吗？也有留言吗？嗨，美玲，好，你好好。我喜欢世界玻璃，可是不会泰语。卡崩卡，萨瓦迪卡，原来有咸的银丝卷。对啊，它是咸的耶。对啊，我不是我以为会有炼乳什么的。嗨，美玲，田中，大家午安。今天第一次看你直播，你好像是一个粉丝哦，好像一个某某某粉丝哦。嗨，田中，没讲空班吗？空巴咪的有点钟，你好漂亮哦！你是日本人吗？是哦，是哦，我是非常漂亮的日本人，来自大阪。自己讲超讨人厌的。嗨，左道飞，嗨，北极熊。嗨，もっともっと面白いコメントしてください、ミレちゃん、ありがとう。嗨 ，Rex， 嗨，阳光，落日一笑笑，大黄哥，嗨嗨。我不认识你，那你从今天开始认识我啊。妈妈喜欢你，妈妈的啊，走音了，不行。玉珍，嗨，六日晚安。Kix， 嗨，茶茶。
我来分享一下今天做的事情好不好？今天呢，我去阳明山的一个很高的地方，然后去一间咖啡店，叫做豪耀秘境。哎，好像是这样子，对，很漂亮耶，超漂亮。我明天中午会po照片给大家看，所以呢，就对，期待一下。いいな、めっちゃ楽しかった。大阪人跟京都人好像都互相不喜欢，也是一个梗呐、啊，就是一种没有互相不喜欢呐、啊，但是也有很长的历史的那种记仇，你知道吗？就是京都人觉得大阪人很粗鲁，然后大阪人觉得京都人很骄傲，傲娇，哎啊，骄傲的感觉，就是很讨人厌的感觉，这是很长的历史造成的一个，就是那个概念，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交到一个京都朋友，我一定不会觉得哦，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因为他是京都人，这样我一定不会这样觉得啦。他是一个玩笑啊，就是一个梗。跟我们站啊，对啊对啊，南北一样。哎呀，你们也是都这样好不好？我每次遇到台南人都会说什么哦，台北人开车都这样这样，台北人讲话都这样，然后台南人都这样这样这样，就是你们也有北南部跟北部的那个小小战斗嘛。谢谢美玲的玫瑰，京都人很 gay 白啊 ，gay 白。对啦，没错啦，没错啦，没错，就是他们的文化比较对，有个性。金鱼，嗨，金鱼。啊，对，还可以分享说，我最近第一次跟我朋友去了桌游店。是我人生第一次欸，很好玩。你们有去过那个桌游店吗？你有去过吗？玩什么桌游？欸，那个叫什么？扎眼 wink 跟有一个叫什么啊？忘记了，那个什么收集宝石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收集宝石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island 什么蓝色什么 blue island 的什么的，我忘记了。加加眼，卡里斯多，想去麻油店，我想去麻油店。那请问一下，麻油店是在卖什么东西啊？我们台南人才不会把糖当成白饭吃，但是台南的东西确实蛮甜的啦。デート楽しそう。え、それさ、そのさ、ゲーム屋さんにその4人とか5人とかで遊ばなきゃいけないゲーム屋さんに私は彼氏と2人で一緒に行くって、それは悲しすぎやろ。マヨ今天有点帅气。真的假的？マヨ天麦ブラジャー。何それ？マヨ天麦ブラジャーって。粉丝做一秒约好的踊ってみた的话，マヨ会不会看？当然会看呐、啊。可是你要，你不要那种就是。你拍了然后放在 YouTube 上然后都不宣传这样，然后你要放 YouTube 就是放那个影片放在那个现实动态然后标记我才会去看哦，我才不会在那边就是搜寻说一秒约好粉丝我都店打这样子，你要跟我分享我才会去看。就跟一群人去店玩桌游，我记得我妈妈以前常租一些桌游回家玩，真的哦，我觉得很好玩耶。もしかしてもう一人のメンバーも彼氏連れてきて遊んでたやん。そんな危ないことしやんわ。そんな危ないことしやんわ。もしおったとしても怖すぎるやろ。マサさん、あ、小山さん、そうだよ。マサさんの小山さんが来たよ。そして小山さんの眉が解剖してるよ。はい、早安。私は小山さんじゃない。あなたは誰ですか？小山ニア。私は小山ニアだから。バ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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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藤井さんから来た藤山さん。誰やねん。誰やねん。友達と何々行ったってやつ全部彼氏やな絶対。
え、もうさ、聞いて、もうさ、そのさ、ジョン・カニさん恐怖症でさ、最近なんか何言っても夜景とか見に行ってもさ、普通にさ、彼氏とデートとかさ、あの、いちご狩り行ってもさ、彼氏といちご狩り行ってきたのとか全部言ってくるからさ、女の子の写真をさ、わざとインスタのストーリーにあげるっていう、それジョン・カニさんのためやからな。あ、またこんな写真あげたらジョン・カニさんに彼氏と行ってるのとか言われるんだろうなとか思うから、私と友達の写真をわざと乗っけるっていうじゃあコメント見るの、なんだよ、なんでそんななんか極端な、0と100しかないやん、もうあなた。耳環加上辫子加上现在的衣服感觉要跳很帅的舞，可以啊，我来跳跳很帅气的舞。美玲姐姐麻烦送我们红包原本以为我已经是还没想到美玲比我还糟糕啊。对啊，美玲就是比如说土豆先生，你是个变态吗？然后美玲先生，不是美玲先生，美玲小姐会超越你的变态。土豆先生，你是一个很麻烦的人吗？但是呢，美玲小姐还是会超过你的麻烦。没有吧？0.001ぐらいやね今。何0.001ぐらいやね今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どういうこと？それは。はい、ダッシュ。B 什么什么 Hi 什么什么。嗨大师，嗨，谢谢你的浪漫玫瑰，是在比什么？美丽之壁上美丽的咖啡。嗨大师，谢谢你的浪漫玫瑰。我也有觉得美丽还是小屁孩吗？啊，他永远是我的小屁孩。美丽姐姐送玫瑰也是可以啊。嗨，我是大屁孩，我是大屁孩的对，他自己承认了，他自己是大屁孩。但是啊，我是觉得，因为我是认识15岁的美玲嘛，然后15岁的美玲已经是19岁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奇迹啊！就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是十九岁嘛，然后19岁跟15岁其实差真的很多。现在如果你美玲现在是19岁嘛，一定是看到一个15岁的美眉，一定会觉得哦，这个4年的差别真的很大。比如说。30岁跟34岁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但是15岁到20岁那个5年4年真的是个很大的，就是真的很不一样嘛，什么想法、经验什么的都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我长得才这么爱的人的样子，那个绿叶都不是那个，但是跟你，然后我那时候是美丽是说。其实15岁跟19岁没有什么差别啦，这样子。但是我上次我跟美玲讲到这件事情，然后美玲现在已经是19岁嘛，然后她觉得哦，当自己真的变成19岁的时候，看到15岁的小妹妹，会觉得哦，还是个小屁孩这样子。已经19岁耶，天哪！那15岁的美玲变成19岁，有一种就是让人感动的感觉。毕竟是个纸房子里的东京。对呀、啊，と小山さん最近変態トークになった途端恥ずかしてるよ。そうなん？明日ぐらいに小山さんのメイクタイム話を見るか。へえ、我知道一个藤井师的猫屁孩。每天刚来台湾的时候看起来很乖，对啊。什么？你19岁的时候比较屁孩，还是一个子供っぽい宮田美玲ちゃん？宮田美玲ちゃん誰や？想起可能再来一个15岁的美玲，那我就受不了了。小山さん、もう次の日、AP 歌唱配信でよくない？刚来中文不好，没人发现是什么？谢谢花生小魔术的梦幻，谢谢梦幻幻梦幻幻烟火。刚来的时候是装很乖的小屁孩，上次可能再来一个15岁的小山さん，那どうしよう？谢谢花生小魔术礼物。みんなから小山さんが2人以上いると無理ってよく言われる。感染力すごい。そうやね。確かにそうだね。小山さんは1人でいいよ。15跟19也是觉得是爸爸呀。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嗨，帅哥。15岁看19岁一定不会觉得是爸爸好不好，他是个姐姐好不好。 Kent hello，
之又生啊，美丽小坏坏。Can。爸爸，你直播多凉。美玲要二十岁，不能当屁孩了。对啊，哎，古早古早，微微 ，Hello， 好久不见呐。15歳から19歳は小ババアです。そうね。Hello， ごちゃごちゃ、微微。美玲姐姐现在在约会哦，真的哦。那怎么不告诉我？约会还会看我的直播的话，是真的蛮有心的。哪天他真的有一个另一半，我说哪一天，我说假设，然后如果他真的有在约会，然后还来看特地来看我的直播，我真的会很感动，我就想说哦，你现在在约会还是会来看我的直播，怎么那么有心。不知道美玲成年算18还是20岁，刚透明的男朋友一起看直播啊，哪里好多。刚我约会吗？想太多的，马友耳环好漂亮，谢谢。下一只是特别约，嗨梦，还有可以讲什么呢？我想一想哦，哦，对，我还要去爬山，我还去爬山哎，但是那是，那个什么？一个算新北市的一个难度很低的一个山，忘记它的名字叫什么，反正就是完全没有什么难度的，但是我觉得那一天天气超好了，超舒服。然后后来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哦，爬山好像不错，好想要去比较有高难度，比较有难度一点点的，对。马友的马友爬富士山，我真的没办法，在哪里呀、啊？我忘记了、欸。爬美玲小山，马友居然会爬山。我跟你讲，我最近是一直在练体力，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一直跟你们说我要练体力嘛，然后我上次就是这个我超级讨厌跑步的人，居然跑了两个小时哎、欸。就是我就是这样子，虽然是个慢跑，不是快跑，我就这样听音乐，听，然后呢，好像天黑了，现在几点？怎么会这样？就是已经跑了两个小时去了，超好的，蛮有体力，应该本来就不错吧？我觉得体力跟肌力都不错，但是如果真的是要跑步的话，其实我以前跑个20分钟、30分钟已经是个我的极限了。对，但是我跑了两个小时，我是觉得还不错。隔天会不会脚痛啊？不会耶，不会。最近真的是练蛮多体力，然后昨天吗？昨天早上也是起来，然后就因为我最近好像老爷爷老奶奶一样，就是早上8点9点这样，然后就去跑步。妈好厉害，我只能跑2分钟。跑2分钟是那个吧，快跑吧。嗨怀怀，妈妈应该会爬小山美食，跑了两个小时，隔天会不会脚酸呢、啊？你说什么夜市？万华夜市吗？有推荐的美食吗？万华夜市是那个西门町那边吗？其实我很少去那边的夜市哎、欸，那也很早睡吗？也没有哎、欸，要看。怀，谢谢你的海报之类。再办第二区运动会就的话，你会不行了，不行哦，我不想要快跑。2021麻油饭，嘿，安安，午安，晚安 ，Hello。龙山寺那边，龙山寺那边的啊啊，我知道，我有看过了，上次有去，我买了那个炒栗子，就买了炒栗子而已。我不知道那边好吃的是什么。而且我也好久没有去夜市哎啊！可是我想去那个什么南机场夜市买那个草莓大福，我超想去的哎！马友同学来了，表现得很棒哦，完全可爱，谢谢。可是那一天的刘海超丑的哎，我就想说那天这边是空空的，然后就它也是不平均，所以那天的刘海对我的刘海非常的不满意。不过呢，就吃的开心呐。南机场的烧饼也很有名，真的、哦？南机场的烧饼很有名吗？我蛮想去逛逛的耶。诗涵，
可是那个位置有点尴尬，我很那个太远了，但是在那个什么永和那边嘛，是吗？我以为日本人都去士林夜市，士林夜市对啦，之前蛮常去的，蛮有上节目，蛮多 IG 有上升吗？嗯，就是多多少少还是有，就是比如说，打开 IG， 很多粉丝，很多新粉丝来追踪我，那就是有播节目这样子，对。谢谢澳门客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福福猫的真情告白，安安 hello， 南机场一样在万华，南机场一样在万华，不是在永和吗？重点是在马友吃到美食的表情，对，就是真的很开心呐、啊，那超开心，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一个朋友截图给我一个，我在吃那个甜甜圈的时候，这样子就是吐舌头这样。超丑，超丑！我觉得我还是得练一下吃东西时候的表情啊。虽然我认真觉得很好吃，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所以我就觉得超丑、超蠢的，很会截图。对啊，你们也可以去截图，你给我看一下我有多蠢。嗨，志恒，小硕 ，Hello， 拉面，金鱼，还有 William， 盐田，还有蓝蓝，芝芝。对啊，然后你对纳豆哥出拳是认真的吗？你说这个吗？认真的，认真的。那个很坏耶，在那边拿着那个很好吃的美食走来走去，很坏耶。我也要来截，超丑的。那吐舌头的有够丑。嗨，翔，嗨，轩阳，北极熊。但很开心耶，但是我这个月没有去露营，有一点啊，不是二月没有去露营，有一点难过。但是呢，听说就是过年的时间都没有拍，所以最近才开始露营嘛，所以我希望三月可以去露营，因为二月都没有去露营。你后来也拿着吃的去诱惑别人呢、啊？对、啊。哈维也想要去给马友看，截图截起来当黑马，当马友黑马友啊，有事先走，好哦，眼甜。可以问一下马友在台湾用筷子插食物吗？不会啊。有点谢谢你的闪光星星，已经留言解完日常的，谢谢日常任务，谢谢 Kicks， 谢谢你的 Love Live 应援团，一个安 ，Hello， 谢谢华神水魔术的记。長期版ちょっと YouTube 見てこ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らバイバイ。何の YouTube 見るんですか？コメントしてきてくださいね、ちゃんと私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公文也不用筷子戳吗？啊，会啦会啦会啦，比如说会戳的东西哦，公文会戳，名前の後ろにチェックマークがついてる。なんで？なんでついてるの？このチェックマークは何を表しているの？ワンシャンハウクライナに募金しちゃったからこういない。あ、そういうこと？ウクライナに募金したのね。すごくい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だよね、ジョンカニさんってやっぱり普段結構そのチャラけてるように見えるけど、そういうところは すごいしっかり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すごいなんか尊敬できるところです。玉米也可以戳哦。马友美玲不要哭，你哭一点眼泪也流不出来。马友一样可以给我一个祝福吗？下周公演要卖票了。对耶，希望小五可以戳到好位置。希望啦，祝福你好运。ちょっと YouTube 流してるから何も聞こえん。なんでやねん。なんでやねん。小翔、何も意味しておらん。いや、それは意味してるんだよ。その意味を教えてあげるよ。私と君が出会った、それにはね、意味があるんだよ。すべての出会いにね、意味があるんですよ。だからですね、小翔、あなたのその合コンにはね、意味はちょっとあるんですよ。しっかりあるんですよ。それはですね、你会变成マヨファンの意思ですね。小五，我们要一起去，一起什么？要改吗？怎么样？怎么样？你要过棉织是不是？是不是？谢谢小五的产季板板。
他说土豆跟我说公园要坐右边，我太听他的吗？小树，你说你要来看草主的公园吗？是这样子吗？ Sunny 你好 ，Hello， 你说你要来看草主的公园是不是？你可以坐土豆的旁边呐、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土豆非常的明显。你知道为什么明显吗？因为它会举共勉值，所以呢，我一眼就会看到啊，共勉值啊，土豆啊，土豆的旁边右边啊，小瘦这样子，所以呢，所以你可以坐它旁边啊。公园这次不能去干嘛呀？为什么？操作第一场也开心，对啊，开心。Kimi no Baru， 他也不想上班，佳乔，怎么办？为什么不能来看？不要土豆，土豆色色的，你也差不多吧？你也差不多吧？你也跟土豆差不多吧？那个你个家里有事，没关系，我相信以后还是会有很多很多事情，很多活动可以跟你见面的。哎，又是土豆，对啊，怎么又是你？只有我是清流了，对啊，阿奎是个，对，很棒的粉丝，所以惯例的妈有的 solo per 怎么办？这么正直，哎，走心了，你走心，我去抓你的心好不好？你的心去哪里啊？你的心走去哪里？我去抓，抓回来好不好？哎，我看到你的心了，我抓回来了。嗨，小瘦的心在我这儿。我到底在讲什么？嗨，晴天阿爸 ，How old are you, Dodo？ 怎么老是你？吃掉！哎，你现在没心嘞，怎么办，小瘦？妈呀，最近真的是很多小剧场，好无聊的小剧场。Hello, Lushed North， 我的心油油的，不建议使用，没关系啊，我也是麻油，油做的，没关系，我不嫌弃。我跟你们讲，我不是有矫正牙齿吗？然后呢，我这半年吼都没有去回诊，我觉得，毕竟我是一个很怕医生，很讨厌去看医生的人。我之前是为了矫正我的牙齿，我就是很乐意去看我的牙齿，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哦，好像我的牙齿也没有到很乱，就只是我觉得我的门牙可以再往后一点，然后我的下摆可以再弧形一点，但是我除了这两点我是觉得哦还好，反正我的牙齿也是白白的，但是好像要去啦，但我又有一点不想去，对。这个知道，我妈妈不想看医生。对，我真的是超级不喜欢看医生，怎么办？嗨，陈大哥，这星期培训还顺利吗？顺利啊。I am 好友，对不起，公演我目前还没办法每个月都去看，没关系，封面，没关系。你就是多多来看我的直播，跟我聊天。米娅他们也谢谢你的心理箱，你的皮肤也是白白的。对呀、啊，戚薇，对呀、啊，我最近就是去晒太阳，然后就觉得哦天哪，我太白了，好恶心！我真的超不喜欢那种，就是透明，也不是到透明了，就是一个白到看起来很不健康的那种白。有人真的吗？很好看吗？有，没问题啊，现在很好看了，但是我觉得它那个下摆，下摆可以再圆一点点，然后我的门牙可以再往后一点点。米娅大妈也谢谢，こんにちは、私は大阪人です。麻油很好看了呀。这样的麻油就喜欢了。你说门牙突突的，然后下巴有点直直的那种麻油，只是想班吃多一点找借口而已吧。什么意思？北极熊啊！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只看一个小时哦，我等一下就要出门了。
我忘记跟大家说，所以在十分钟，妈呀，太错了！你有看过我吗？你有看过我吗？我一直没在管那个什么，我要吃什么豆腐，我要吃什么菜，我要吃什么就是减肥餐的哎，我都没在管了呢，怎么办？要跟美玲约会吗？不是啦，不是不是，最近晚上比较那个有事情，只是想帮吃多一点啊、哦，找借口吧啊，这样念 ，OK。我觉得麻油很刚好啊，真的吗？我以为因为小时候是喜欢阿潘跟美玲嘛，都是小小只都瘦瘦的，我以为小时候是喜欢那种小小只瘦瘦的。我想说就是很害怕小时候不喜欢这样子肉肉的我，但是呢，我相信。就像你喜欢小小只肉肉啊，不是小小只瘦瘦的，但是只要你抱我一次，你就会爱上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真的很舒服，我摸自己都觉得很舒服了，怎么可能别人不会觉得舒服？棉花糖系女友很棒了，谢谢呱呱。我的理想提醒是圆的，滚起来比较顺。傻眼，傻爆眼。什么意思？那让我抱抱看好吗？阿诺内看到这一路啊，可不可以让我做你女友，将音放进你的心？很软很舒服吗？对啊对啊对啊，没抱过也很喜欢哎，吃亏了吗？可以可以，好棒哦，大家配合度很高。赞赞，果然都是这样，难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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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嗨，那个那个，小时候是同事，小时候是同事。等下晚餐要吃点，要吃多一点哦。麻油羊胖，羊胖。羊胖肌，可是我已经决定好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练核心了，我要找回我疫情那时候的腹肌，毕竟我要叫腹肌麻油嘛。可是你说的日语很多人都说不来，你说不会说的意思吗？以后麻油生日会可以穿布偶装免费抱抱。好好笑哎！你要在外面附近买，所有所有附近买有 discount。哼哼。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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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凯不要擅自帮人家出轨。CJ1103。嗯。还可以聊什么呢？我想想。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最近跑步嘛，走路嘛，然后练体力嘛，练舞嘛，然后去爬山嘛，去玩桌游嘛，然后今天去咖啡厅坐坐，然后练习嘛，培训嘛，就这样，无限循环，就这样。一些成语感觉你都听不懂什么意思？对啊，我是觉得我。该学习一下中文成语哎，齐飞谢谢你的幸运四叶草，但是呢我也会几个成语哦。没有泡温泉吗？你去阳明山吗？没有哎。齐飞谢谢你那封信 ，Rain， 本家 Scotty 那个先生在雪中为有录节目，应该请麻油教材对，真的哦，真的哦。可是他的雪的中文应该是汉语吧？我是说那个简体的吧。比如说三只小猪，没错，土豆快滚，没错，是麻油饭，谢谢小五的浪漫玫瑰，美丽来过，对啊，你的成语库不都是麻婆豆腐之类的吗？对啊，就是肉桥店的宫保鸡丁啊。利基糖醋啊什么的，糖醋利基啊什么的。谢谢德敏的茶技吧。无更长万金沙豆腐密密麻麻麻麻糊糊里脊诶是里脊吗？青椒肉丝，料条店好多四个字的菜单，对啊，所以啊什么家喻户晓，
就加预保护的小情。什么什么什么？对了，我有点想对 IG 乱留言的人说教一下，没关系的，我是真的，我完全不 care， 我完全不 care， 除非他真的是每一次都留得很，就是会影响到我的工作的事情的话，我是觉得需要你们的帮忙。但是很，比如说，一些完全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的事情，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在care， 对，我跟你们说，我真的不是一个玻璃心的人，所以对，对我真的没有那么玻璃心啦，所以谢谢大家，但是我不会走心，也不会，不会觉得怎么样，对，好佛心，谢谢 Kicks， 求求你。だから名前さらして本当に何も知らないから怖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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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杯铁镜是重点的成语，哪是重点？这个成语就是可以从世界消失了。整体的难过见面，或者说中文难吗？他听不懂，没办法回应。哦，7103，对啊。如果哪一天，哦，比如说就是有人说什么，比如说我假设。我今天看到你跟男朋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就是乱说话，或者是什么啊，没有在什么什么，我不知道，在接私人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有一种这种就是乱讲话，根本不是没有这件事情，但是在那边乱讲话，然后影响到大家，影响到我的工作的话，我是觉得哦，这样真的不行。但是其他的留言我都可以接受，就算他在骂我，还是他在说什么奇怪的话，我都没关系。没有这个月一定一样看麻薯的应援牌吗？还是要其他的？那就其他的好了。什么被林一麻友带坏？什么林一被麻友带坏？只要你的芋头陈安大哥 plus hello 002，而且我听说，就是我上次直播的时候有说到，就是有人跟我说，我对麻友失望这样子，然后有些粉丝有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呢，大家真的不要误会，我真的没有难过，也没有生气，只是那天是因为。礼拜三就要上片 ，YouTube 影片要上片了，所以我是觉得哦，我有可能我讲的事情会让一些人误会，所以呢，我就要提前跟大家说，哎，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喜欢台湾女性，也不喜欢台湾的男生，这样子就是想要提前告诉大家而已。而且我觉得这有这种粉丝提醒我是一个好事啦，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方式，我是觉得我还是得一直。提醒自己讲话要小心一点，虽然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可能中文不够，没有到很好，所以就是可能我讲出来的话跟就是大家听起来的那个意思会有一点不一样，对对，节目出来了，但应该大家比较清楚了吧。麻友会有福，可惜过马里马斯达，今天麻友又摸了五个成员的屁股。对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是被什么伤害，或者我很难过什么的，我完全没有。我是觉得我应该要再次提醒自己，讲话要小心一点。乌鱼，对，五个哦，什么五个哦？麦鲁特，麦鲁特。加鲁特，那我今天差不多要结束了耶，因为已经一个小时了，我差不多就要离家出走了。好，那大家，我今天到这边，我要念吧。对，今天就是这么的快。麻油跟男朋友出去，麻油被告性骚扰，真的，笑死。好，那 OK。OK， 今天从第五名开始念好不好？今天第五名是体味 Gundrick， 谢谢。今天第四名是原田，谢谢。今天第三名面他们也谢谢。今天第二名花生小魔术，谢谢。今天第一名 Geeks， 谢谢你。那今天到这边，大家也辛苦了，赶快去吃晚餐吧，拜拜。